三号的《耶稣狗 Q》是非常经典的客家小调，叫做《送金钗》。送金钗就是要把金钗送给我的情人啊。那也透过这一首歌，其实都还是表达情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歌词。那客家小调呢，我觉得很能表现客家人他在性格上。有人说我们比较含蓄，但是其实我们在情谊表达上是很不利于表达的。送点财，送来拿。Thank you.
耶、林彦成老师，东海爵士乐团，我吉他手红爷，张曼和丫丫，小哥张福德老师。